大家好，今天的样板房是三层的，这个样板房是三个房间，但是你可以做两个房间的。1899尺，这么大当然做三个房间了，对吧？三层楼两侧库，每层呢有一个房间，这个真的适合三代了，但是还是建议年轻的家庭吧，因为这个小区是在山坡上，上上下下有坡，然后又是三层楼，你住在一楼，老人也要上二楼吃饭的。这个底站特别的，怎么讲，敞亮。一楼进去一房一卫，但是二楼和三楼呢是通透的，有挑高的楼顶，采光足，亮堂，每一层都可以看到室外的风景，有阳台，可以看到都城大道城市景观，也可以看到红石公园的三景。但不知道未来你的 map 在哪里，对面有没有楼，样板房是能看到的。这个样板房起价是52.7990，这个小区呢114户，没有大门的 HOA， 两个加起来才149块钱，也不高了。 Samlin West 的是最新最漂亮的，学区特别好，我看他的小学中学高中基本上是8分9分。他的地价是15000到20000，这个价格呢都是没包地价和升级装修的，如果都下来你再加个15%以上的价格。他有一个样板房，我前两天发的，是要开价63万，实际是可以起码能砍下几万块钱下来的，都可以参考的。这个小区主打的就是一个都市风格吧，未来的河奔靠大公园就在这1-2 mile的距离，比较适合喜欢户外活动的家庭，年轻的家庭。如果大家有兴趣请跟我联系702-635-0787，我是安家赌城 Amy 黄，谢谢。